原标题保护级别高于四国集美顿饭都要化验，一人可比五个师钱学森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关键人物，曾经被美国人认为抵得上五个师，当年为了回国曾经被联邦调查局扣押并进行秘密审讯，历经千难万险才最终回到了祖国，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尚且如此对待钱学森，祖国更不会无视。钱学森一生获得了国内外数不清的荣誉，自己却甘守清贫，住在不足百平米的房子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钱学森简朴如此，老科学家高洁的品质实在值得我们敬仰。钱学森回国后，中央高度重视他的安全问题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中央委托中国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克农上将保护他的安全。李克农是情报战线杰出的领导人，是著名安全保卫专家。李克农亲自安排了八名千挑万选的警卫24小时保卫钱学森的安全，这让钱学森的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。钱学森因为其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，成为了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展开特务活动的对象。在李克农的保护下，钱学森始终安然无恙。1964年公安机关及时破获了特务企图投毒暗杀钱学森的事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毛泽东主席知悉此事后，亲自指示对钱学森的安全保护一定要加强，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部署钱学森的安全保卫工作，所有钱学森家需要的食品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，这是开国元帅们都无法享受的待遇。这种严密的安全制度保护下，钱学森始终安然无恙，领导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。以下有云烟返回邹谷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